Yeah.
叫啥名字？是吧？这首歌。啊？王，这首歌叫啥名字？这首歌名字啊？啊。哈哈，真是有点像你。哦。叫啥名字？师傅。这首歌。出来了。你那个可以同时写的吗？很熟悉的，很熟悉。你们的网易吗？网易有。有。那你们打开可以听，可以识别出来。
Yeah.
上海了呀。